相邦道。参见相邦。诸位饱学之士，辛苦来勤。为名，为利，名也要，利也要。本相欲要做一件有名有利之事，其名在青史，利在千秋。本相要助一步天下第一说。诸位愿不愿意做天下第一书？相邦，何为天下第一书？500年来，诸家文章迭出，各成一派，影响了数代。然今各家学说日渐没落，何也？或阳春白雪，或华而不实，或因循守旧，于民无助，于国无益。本相要清出一蓝，集诸子之长，博采百家之法为用，铸一部千秋经典。敢问相邦，铸这天下第一书所为何用？为安天下之大用啊！经纷乱天下，以显归一之势。此等天命，必由我大清来完成。一个国土广袤、子民众多、空前庞大的一统王朝即将建立，治理此等崭新之王朝，为政之道是何？是何？铸此经典，正是为了作为大秦为政之纲，为天下立大道，为天下立大治之道。请问相邦，此书如何铸法？本相为总编纂，提纲挈领，点明要害。诸位按纲领，将所学尽皆挥洒，寄予书中。自即日起，这春秋阁便是本相为诸位设的天下。本相欲与饱学之士精诚合作，共筑千秋，可否？精诚合作，共筑千秋。